Eric Hawley build? Okay, you're not gonna do Uber Maven with one dib on this build. Where's this Eric Hawley? Oh no, he's playing Diablo 4. Oh no, he's playing Diablo 4. It's Jover. One Divine Flicker? New build broken? My brain is dying. My brain is dying. Hey, Devil Cat, are you the guy who made those One Divine videos? I saw one of them yesterday. Are you the same guy? Is that the same guy? Oh shit, dude! I like some of your content, dude. Hey, we should get together. I can speak some Chinese, dude. I don't know how to say all the in game items. Someone send me the clip for me. Thanks for the shout out. No problem, dude. No problem. 新的赛季，新的联盟， 3.22 几乎没有任何旧技能改动，只有活脱脱加了14个辅助宝石，还有2个升华改动。也因此 ，3.21 的强势流派基本上还是跟 3.22 都是一样的啦。即使如此呢，也是让大家还是兴奋不已。这部影片会有2个部分，第一个是大家公认的老牌强势拓荒选择。 第2个部分则是因为新辅助宝石加入，使大家脑洞大开，想出了 build。为什么会分成2个部分呢？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这些死笑绿厨，既想要跟别人玩不一样的 Out Meta 流派，又想要玩强势的。我破了蜘蛛刀，一个国际服没人玩，开机40C 的东西，你又在靠背中文圈太多人玩。在影片开始之前，教学一下 POB 的用法。POB 是我们 POE 人的共通语言 ，A.K.A 理工脑宅男。 此神是由热心的玩家社群开发，用来解析一个流派的配置、伤害还有防御等等的。可以说95%的 POE 流派里面，只要上了 POB， 在老手眼里就能知道到底有没有料。在雕像大的流亡编年史可以下来中文版，使用以下我提供的 POB 直接汇入，就能直接看到整个机体的配置、天赋。我全部提供的 POB 都是来自我信任的玩家以及知名实况组，或者是我自己捏的，不要信。 而第2个部分 POB 的大多数是实验性质，同时也不保证强度，因为辅助宝石也都没有上，很多也都是娱乐性质居高。最后一个预防针不会出现任何的分数评价以及强度分级。我会介绍这些流派的特色，比如刷图快、攻坚打王强、防御高等等的。第1部分的流派强度，我能保证，如果知名时光组的选择有重复，我会都附上 POB 或影片，你可以都参考。 第1个，粒子网的元素使漩涡双爆寒冰渗透，这3招统称为冰持续。虽然这季新增了寒冰之系，但没有人在乎，因为你没有朋友。漩涡双爆寒冰渗透都会造成1个寒冰伤害地板，而这3个寒冰伤害地板独立计算伤害，这导致了这套极不合理的开荒高伤害，已经是连续5季以来许多 HC 玩家的首选。元素使、秘术家、炸技师都是可以的选择。 但在 SC 联盟的话，我会更推荐元素使，因为元素使的伤害更高，然后范围也更大。秘术家则有多一咒还有硬减伤，但伤害面上其实没有赢元素使。炸技师则是有更好的生存。第2个 ，imexile 和 Benn 的元素使施暴，这季打王专家竞赛比谁先在 HCSF 首杀7个 Uber 王 ，Benn 和 imexile 2位世界最强都表示元素使施暴将会是首选。 逐渐元素使施暴的强度还有攻坚能力，依靠着基础实体爆炸的伤害，点燃施暴只需要5L就可以达到 1.5M 以上的输出，让你爽刷红图。点燃也因为后期的高成长性，让这套伤害在 SC 能够非常舒服。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它这一 B 键必须习惯先放亵渎再施暴的节奏。我私心推荐，任何点燃流派都可以先玩施暴再拖上去，因为这套真的是太便宜了，没有绑定任何的装备，然后基础伤害又高，之后可以再决定你想换什么火系的流派。队长跟 Lizran 的咒术枯萎地雷。 咒术枯萎在 3.20 的时候被重置，改为每次释放的时候移出一个咒术，然后造成超高的混沌点伤，还有额外100%更多伤害。利用每次击中造成诅咒的装备，就可以达成每个地雷都得到100%更多伤害，机制无脑强大。配上地雷辅助来避开释放速度的问题，蒸发大多数的王。圣所的传奇纱布面纱的回归。 纱布面纱是这套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把本来糟糕的4%基础爆率改为主手爆率，我非常推荐。想要骑右边的职业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第4个 ，Havoc 跟 Kobe 的闪电戒指 ，Havoc 攻神在这一次 SLCon 大失利，一头撞上了醉魂精怪，错失1万美金。即便如此，他仍然是 SC 的神级人物。 不会有任何人否认，已经连续3季都是 Havoc 拿到 SC 第一个100等。另外一个有名的世界纪录就是从1小时从海滩上到100等。他的拓荒实力还有教学绝对担保，发了保姆级的闪电剑指攻略，从1等教你换技能到后期打图。Kobe 连续玩了2季的猛毒回旋瑞眼，这季改玩闪电剑指瑞眼，他也是有名的瑞眼玩家，可以交叉比对一下。 再来是对面的攻神小波，上季印钞震惊世界，结果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改变经济体系。他也发了保姆表格，从零开始教起3体瑞眼攻的玩法。如果完全没有基础的话，我非常建议从他的表格开始学起。第5个，最近风风雨雨的 Sub 元素石火陷阱。 讲个开机前的 POE 炫大事 ，Sub 的这套元素石火陷阱在介绍上说造价为3D， 但实际上可能高达9D， 被另外一位知名时光主 Luto 给踢爆。2位粉丝互相谩骂反击的结果是 Luto 先被 POE ban了1个礼拜，因为对 Sub 的人身攻击。说是这样说啦，我仍然觉得这套组得非常不错，而且 Sub 也连续2季都玩这个流派，同时也发了很多攻略在讲元素石火焰陷阱。 星图攻坚也都相当不错，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不介绍这个 build。利用双连之瞬的高击伤配上漩涡的高击伤，元素石的所有伤害造成点燃，以及点燃扩散，只要顺过去都是一大片。整场就是不断的按双顺就好了，非常舒压轻松。打完的时候才需要多按火焰陷阱。第6个，酒精哥的毒飞刃追猎者。 追猎者在重置之后，成为了最高使用率的升华之一。升华上自带的击中造成凋零，所有毒流派最烦恼的事情，如何上凋零，追猎者直接解决。虽然毒流派其实普遍受到不小的 nerf， 时空锁链降低了37%的基础诅咒效果，从4%变成25%，但也就从神级变成强势而已啦。 毒飞刃风暴配上无限的水银猛攻水的追猎，毒 BV 按住配上命运之难的狂冲，满足所有刷图效率出的幻想。第7个，抗的制毒碎骨雏形者，没错，本来3个月前我就夸下海口，污秽契约跟血之力量这套不改，我就这套起。结果在 PN 出前2天，抗发了跟我构筑思路一样，但用碎骨的雏形者把 HCSF 的 Uber 王全清几乎全程站着，导致官方立刻重置血之力量。 不过还是承认啊，不是因为我3个月前就发了影片，谁会在乎一个海岛小时光组？现在血之力量极烂，但是污秽契约跟处刑者的互动仍在，所以这套仍然很强。想看这套运作逻辑的话，可以直接看我的影片。第8个 ，Luto 的腐化槽卫士冠军。Luto 即使被 Benn 被禁玩，实况风格又是辛辣嘴炮类，但他的 build 一直以来都是公认的好，还有极度有创意，以至于呢，他吸引了一众的追随者，无敌之咒碎骨勇士。 冠军土链球、元素石点燃漩涡，这些都是他想出来，然后发扬光大的。下面有附上他整个 POB 表格，不只是有腐化槽而已。第9个，振龙哥的毒地裂抽血刺客，振龙哥第10天战神，这是 HCSF 首杀竞赛要用毒地裂抽血刺客参赛，一套非常 out meta 的流派，但他也练习了很多次，大概是认真的啦，是一套老派新意的 build。 毒地裂的超高基础伤害转为毒，然后抽血则提供凋零效果，还有刷图束缚。然而这套也要相当的熟练度才可以游玩。第10个 ，Phoenix 的正火判官勇士，十足的正火控，满足你温水煮青蛙的残忍。我还要说什么呢？2个升华都很硬，然后有秒回，然后很早期就可以开火啊，走路过去怪就死了。 但早期的刷图非常痛苦，在还没有拿到 Marvin 的传承愤怒鞋之前，简直不能说在刷图，比较像在养老院散步。又因为 Phoenix 的信众繁多，导致传人愤怒前期会非常贵，超爽的，我卖一大堆。加上这一季又是一个打王联盟，机制会开一堆局怪给你，你真的要玩正火跟卡鲁的战士们对刚吗？出于太多人询问了，我还是把这套放上来。嗯，第11个 Ventura 的受死元素史，受死这个技能呢，来自顽皮猎齿兽，释放之后会使你召唤物自爆，造成大量的火焰伤害，而这个伤害呢是由本体造成的，造成元素史的点燃更多伤害。一个击伤5000起跳的爆炸巨石魔像就来了。说穿了，就是把你自己的召唤物当成施暴在炸。绑定的传奇很多，但都蛮便宜的，建议你可以先用点燃施暴，再转这一套。第12个 ，Benn 的最烈毒语，冈特雷三冠王，有史以来最强的 POE 玩家 ，POE 界的 Faker， 只要他还在赛场上面，可能就再也没有人可以达到他的成就。同时，也是知名的魔兽世界的实况组，他一直以来都很爱毒语流派。冠军毒语、追猎毒语都是他的招牌，这套追猎毒语可能会是他 HC Trade 的联盟选择，他还不确定要不要玩打王竞赛。超大的流派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当然你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你玩的那么烂，他玩起来那么猛就是了。第13个，疯猫的冰霜之锤处刑者，我自己做整理啊，当然要自肥，开玩笑，我是真心觉得这只强度非常不错，但强度上不到各类法术开荒那么舒服，以及注影转蜘蛛刀那一套，但是我开荒就会起这套，后续还可以转散打，不俗的刷图速度，拿到寒焰后的高成长性，甚至能以近战之姿低价打 Uber， 然而让我很喜欢这个流派。目前新的辅助宝石创伤看起来有给冰锤些许的补强吧，但感觉还是用纯物玩会更为合理。寒焰和冰锤的机制搭配，让这只能够超早期就推网。如果新的卡鲁 BOSS 战都跟圣所的局怪一样能被冰住的话，那就算是近战的冰锤应该也可以打得很轻松啦，希望啦。第14个，我的死灵师助影转蜘蛛刀，你如果是真正的效率厨又是孤狼玩家，那助影转蜘蛛刀开荒绝对是你最棒的选择之一。上季我从海滩上爬起来，9小时打赢了红蓝网，4小时半打赢张杰，4小时半从白兔拓到 T16。上季蜘蛛刀第一天 40C，我从海滩上爬起来后，第11小时买到，然后开始带世界，还有中尊守望石，最后在第18小时买到我的大地主，就是这样朴实无华，无华的强大。上季我也在开季2周之后做了 ED 挑战的影片，用蜘蛛刀配上一堆的路边货，轻松打赢了大部分的 Uber 王。你不可能找到一个穿这身破烂还不用靠六门堆师，用正常走位就可以打赢全 Uber 王的流派了。刷图速度上，蜘蛛的自动锁敌还有跑速也都摆脱了召唤物笨重、刷图慢的印象，但真的玩太多季了啦，让我去玩一下处刑，我是好处刑宝。第15个，老 P 的保姆级爆炸剑文本，老 P， 反正他都会开的台，你有问题就直接去问他啦。再一次因应版本改动而催生的各种云流派，再一次强调这些流派完全不保证强度，也没有被检验过。有一些还是一看就知道很适合拓荒，但我还是建议你先玩以上推荐的流派，之后看到前段的玩家玩的确实不错，再转成这些会更好。第16个 ，Luto 的光环守护者电球，因为刺青有痊愈保留1%，加上守护者有超高的秒回，用双星云拿600%闪冰伤之后，再用戒指全部转冰，是一套后期的玩法。第17个，祝融双重战法火收割判官。里面只用到磨难之2，还有+1君主之夫跟猪龙刀，就能达到近6M 的输出。使用各类高附加伤害的选择都可以，这边只是选择伤害最高的收割，配上觉醒命能爆发骗一下伤害，只是一个雏形 build 啦，不打算1年，因为猪龙刀真的脱离我的专业。第18个，守护者库洛法师助引，由于守护者的召唤生物公布效果，应该会是常驻3个伤害光环吗？Reddit 上面的讨论看起来结果是常驻3个光环没有错，这3个光环在85等的时候会相当于玩家开了27到28等的光环，虽然听起来很强啦，但其实就是20等光环串合散的程度，配上拓荒较舒服的库洛法师助引会比较合理，但是在后期上转成赦免或攻击幽魂之后，比如说救赎哨兵或侦探，甚至是冷门的霸气之极，可能才是善用这3个光环的方式吧。第19个，大小伤能量之刃扎西斯，异变辅助非常适合纯电流派，尤其是能量之刃这种小伤几乎为1的，能够直接无视异变的副作用。然而我怎么捏能量之刃扎西斯都只有1M，如果要往上拉的话啊，就是生存掉烂，所以还是玩牵制那一套或许更有逻辑，但是牵制非常昂贵，这套虽然绑很多的传奇，但还称得上便宜啦。生存上也不错，但是伤害非常可播，你就参考就好了。第20个，返回刚烈冠军。因为 3.21 的复仇量勇改动起飞，但却又立刻被削弱的版本受害者。唉，但也因为返回辅助变成可以玩的拖王流派，目前返回会发生 N 倍的流派才有串复仇量勇的价值，也就大概剩下刚烈、印记、弹片、炮塔等等的。我并不推荐玩那个流派了，但我是真的很喜欢它。如果你还想要玩的话，可以参考这部影片。2个 EC 武器打 Uber。第21个蛋卷的瓦尔战刃元素石咒术枯萎，点伤全部被元素石转成点燃之后，再用最痛的咒术枯萎一次附加，简单暴力，前期应该会非常舒服，默认辅助的受益者之一。第22个 Luto 的创伤冰锤勇士，创伤虽然跟冰锤的机制有点不搭，但刚好双袭这个武器和创伤给物点又超搭，所以还是凑在一起，看起来基础伤害虽然不错，有奇验，但这都是假设有叠30层创伤的情况下，实际刷图并不会那么美好。但勇士确实是可以站桩活活打到30层，没错。就这样子，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分享的 build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明天会是鱼肚天赋的点法分享。每次做这种影片就做到快虚脱，找资料找到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